是有这种小纹路。好，这一次啊，我们蓝色是做牛仔蓝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它上面是做这种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，它有弹性。这件有弹性，所以从 XL 到 XL 都可以穿，它完全没办法贴在你身上，我先告诉你，完全贴不到身上，而且这块料子你看它还会回弹，看到了吗？你们认真看。然后下摆呢也都是做有一些微压纹的，整件呢非常的漂亮，那它也是做一个小 V 领的概念。那这边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，这边的肩带是可以做调整的，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调高或是调低。胸围的部分真的是 XML XL 都可以穿，不需要细腰封就可以很瘦。你看，如果你家里有这种皮带，曾经你有买过，或是你家有，或是反正你有什么腰封皮带搭起来，我觉得就更好看了。比这件裙子超级凉的，而且这蓝色很漂亮哦。好，然后再来，你看我这样穿超美的耶，黑色也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家的黑色非常的黑，穿出来就有一种小迷人的感觉。我跟大家讲哦，这件洋装我穿上去超快乐的，因为很凉。好，因为很凉，不然这满头大汗真的是很崩溃，超美的。